我现在要洗奶瓶的，我不去洗弟弟的，弟弟的我要洗过在这里，这个洗我的。像魔术师，对吧？很像魔术师。哦，要湿了。要从这转，然后转转。拉上来一点，可是上面没有水，就是不用水，因为它本来是有水的嘛，用从嘴，你帮我扶着，这个太找嘴了，或者用这个，这个，这上面搅搅搅，这个太找嘴了，好，你可以装水，不对，也可以用这个对，对，这个台子里面，然后外面也要，外面也要嘴，外面这一圈也要刷，刷干净一点。洗好了。好棒哦！成功洗了一个奶瓶，给自己点赞，给自己拍拍手，好棒！拜拜。